请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。评委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来自江苏南通的毛四儿，我来啦。你今天要表演的才艺是？今天我开始模仿女生唱两首歌，第一首模仿邓丽君老师的《高山青》，第二首模仿董文华老师的《望星空》。那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水呀，阿里山的少年转孤山，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，阿里山的少年转孤山。山竹啊，嘿，那我的哟那呀嘿呀嘿，那如我的哟那呀嘿呀，我的我的哟那呀嘿呀，高山长青，涧水长蓝，姑娘和那少年永不分呀，碧水。山寻找一颗心。